各位好，咱即马开始上课。各位辛苦，那个下昼时啊较忝，啊今仔个跟春天哦，好像台湾的春天提早到了。啊，我再去伫台北挂过来，啊你调做台北挂过来，啊跟十四挂过来，咱大部分人拢安尼讲，唔我等人讲恁会惊到。我再去五点就去我遐山头去种树啊，啊我拜六礼拜吼，拜六礼拜拢会去种树啊，拢种甲。中道也大，啊，是因为这中央这爱我来甲大家咱呢来交流，所以我十点就伫我山头赶落来。啊，你甲看，三点钟以前，我毋是穿西装，哈，啊无，我是披一个草鞋啊，迄咱讲的鞋啊，啊，啊个穿遐讲，啊，啊个寒，个伫山顶寒，个穿一个啊加一个低头，五点起哩，啊个十点我才赶落来，啊落来再个再个。啊，我只先甲你大家介绍者，我本名李添，哈、啊，李琛哈，啊，琛不是生啊，琛是学东城迄个胆哈、啊，花青生，啊，添，啊，我英语名是伊个，你啊伫自由时报、联合，啊是迄个苹果日报，你顶关看精彩看我的名，我会甲因遐个大编辑辩论。好，咱台湾人就拢想故意哈，人因咧顶头人可能拢唔对，你拢无，咱台湾人讲，咱拢戆戆啊做，啊，我这看卡袂落。啊，我即目前是伫咱台湾民政府台北州负责这规划厅哈，啊，个伫中央遮就是诶产业经济这方面哈，咱拄啊讲要拼经济，诶，要用拼的啦，要规划啦，啊，用拼的无效，啊，拼的，干脆咱咧往核心一直弄窗仔门，拼干咧弄咧无效。到尾门甲开开，要出去，佫唔出去，佫飞出去，佫飞倒转来。咱即马台湾人即马都是安尼，啊，讲爱规划啦，哈，啊，规划唔是讲你这人规划，是安怎讲迄脑内革命。啊，今日题目看清楚哦，连破题咱也先看清楚。咱台湾人有中国文化，破题拢袂晓，破题袂晓，你都咱拄仔讲看人的头面，啊，迄个人就会甲你带去别位啊去。所以咱即马讲，唔是你这个人，是你的脑。恁今仔日也是我拄仔讲会来遮，唔是你这个人来，是你的脑经过一段时间获得资讯分析以后，决定今天要来。所以脑才重要。不过咱台湾人吼，受中国文化，咱从细汉拢唔知脑是啥，吼拢唔知脑是啥，袂来骗，拢无去研究脑，反而去研究身体。比如讲，咱家在座有很多很几位漂亮的女孩子哈，小姐，可能很在意自己哪个地方有没有大啊、哦，哪个地方有没有白，有没有翘啊？男孩子用什么地方有没有猛勇啊？都注意这方面啊，拢无去注重着这个脑。其实你要甲事业做成功，啊，什么问题要解决，拢甲你的脑有关系。你甲一片拢甲脑有关系。啊、哦！我看今仔我拄仔讲，遮济今仔日来，一定顶礼拜，还是顶个月，还是顶半年、顶年，拢经过脑的分析，讲今仔日来。袂讲你今仔日刚好是上麦当劳一样，就自己走路过来，就是在上华理的课，无可能嘛。所以决定胜负，你看咱这么看，在地球上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种族好，大部分都是他脑厉害，别来偏脑，所以是脑。决定胜负，啊！恁甲范围甲缩小，你小到家庭，过小到讲迄个咱的学内底，好坏还是靠脑。哎呀，脑无好的人吼，无去做，拢想空想胖，拢去看清万切，有无？咱这社会就中国文化拢来讲，嘿，我靠啥人？我看人面，啊，这拢唔对。西方人迄厉害，你看每年的秋天开始，迄诺贝尔奖啥，不管文学和评论。迄种脑拢遮厉害，哎，脑毋是讲中国迄款款上空上胖迄款脑，哦，咪讲三国演义什么草船借箭，啊，无包括像草船借箭，迄也是我讲啊，投降就好了嘛，干嘛草船借箭？有无？咱这么小就讲草船借箭才好，还有空城计，迄款也对，迄款是讲你公司食头路的，无办法讲，干老板干当时另评讲，啊，我都讲草船借箭，啊，跟咱阿伯同款的，啊，无行啊，搁去外口讲就行的。我阮死个，啊！中国文化甲咱教呢，啊！西方毋是先讲实实在在，我有啥物毛病就讲出来，让知，哦，讲让知，啊！人别人可能就有法度甲咱帮忙。
你知道这较重要，所以你讲诚实是上策嘛，诚实上策。啊，这是甲你的脑有关系，啊，唔是甲你这个人有关系。咱人是由脑痛，就讲就是电脑咁款。电脑来对程式，比如我当然简单，这个程式就是我控制它，我程式给它，电脑就跟着我跑。啊，你无这个程式，无这个脑哈，无这逻辑板在里面运作的话，你电脑你5万块、10万块买的，外表很漂亮，哦 ，Sony 的或惠普的，很漂亮。不好啊，好、哦，所以脑较重要哈。啊，即马落来，从这里看，咱来看台湾一带，台湾这是外太空，用 Google 上面，咱台湾，我到中国门真少用那个宏观器官来看你这个人，看你这个脑，看你住在倒位啊。好、哦，这从外太空安看哈，咱真少安尼看，咱都讲真少看脑，真少看咱台湾你徛伫倒位啊。啊，西方拢有，西方因咧从小从因的祖先开始拢有这种观念，所以因敢去冒险去探险嘛。啊，咱台湾拢唔是，拢藏喺厝诶，想安全，干什么摸黑啊，是摸啊，藏喺厝安尼就好。啊，拢希望拢做广告赛老来，哈。啊，也恁做广告是讲希望恁做广告赛啦。啊，大家都要毕业了，有没有中乐透奖？啊，就惨嘛，啊，拢无用脑。好，这互你了解讲，这西方的思想跟咱。无够共款，就是从脑这边，哈，唔是讲这个人无共款，是其实是脑无共款，因为人一点拢无共款。啊，不过相同样是电脑。那什么，我这部电脑跟人脑一样，嘿，红旗啊是惠普生产出来，同一批都一样，人都一样，但是被我买出去以后，我来这个装什么头脑进去，嘿，程式软体进去，接下来对我的服务，对我的产出就不一样。啊，我知影咱在做，遮侪拢用电脑，大部分拢用在打电动玩具，哈，无做安怎做无？咱台湾人讲，你有一颗人，有一个脑，有职业要是吧？安怎去做目前安尼呢？遮无成就感的，你知影哈？我歹势，我拢今仔拢干呢，干呢安尼倒口食食，啊，你无倒口食食吼，你台湾讲啊，我都满足安尼就好啊。啊，咱即马过来个看，我拄啊有用书面资料，迄个简单做介绍我自己哈。那即马来讲。我今天哈，我今天早上清晨哦，不是早上哦，是清晨的5点。恁家可能大家讲你好梦中睡的，我5点就啊，嘴拢无快乐。我看顶天顶迄款的上弦月界星光，啊，我享受。啊，迄阵我头脑就在放空。我讲啊，恁，我讲查某的买好生较漂亮的食啥？食仙桃牌。啊，男孩子买生较漂亮，食迄个什么威尔刚。啊，脑呢？有无想讲啊，你买脑较聪明的？顶一期啊，顶两期有一两都下课了不？啊，有什么方法都闹较好？啊，中国文化讲啊，食闹补闹，啊都唔对呀，都唔对呀。啊，咱都爱想讲用什么方法？啊，这是我的方法啦哈。我看麦哈。这块就叫我大十字呀哈，甲做我迄 Google 的地形一样，我就把它放小。这个西方人真的太厉害了。好，你看这个公司是 Google 公司哈，它设计出来，它股价能够那么高。好 ，Google 在做，年轻小孩子应该都小朋友应该都有用到 Google 嘛。你看咱台湾人发达，好，这咱也从外太空这样弄出来，哈，我多少是把它应用到我住的地方。好，咱就卖看，多少就看嘛。你要看我再去啦，这是我再去下载下来了，把给你看卖啊。好，咱即马甲你自我介绍，讲讲哦，伊是做过啥，做过啥。我主要是要讲亲身经验。我早上才过来，在张青啦，在张西个。好，这咱台湾，这 Google 地图。好，啊，恁会看到讲，顶关我画三条线，画四条，有彩色个。啊，你讲是要讲啥？这可能个嘛？这条红个，这条粉红啊，这条黄色，这条蓝色、绿色。这拢一条路，山路，拢伫山区。啊，只有一个大尖山。你若去嘉南啊，去，啊是往南干这边，伊往右边吼，有一个大尖山，伊个形状很像富士山。啊，我，这就我住的地方，所以我是啊，只新台有在只市区伫只，所以我大部分拢休闲拢伫只。这条红，咱以这条红来讲，8公里。啊，其他地方吧，两边我都种树。啊，你讲种树了不起？我取一大堆光年种一种，不是。我种四五千丛，啊，我差不多三四千，无开一角银。拢我像我拄仔在讲，我4点外、5点外就去种，啊，下班转种，上班以前，比如我
我是从事证监业的哈，证监那个作战官，就是操盘手的上面的那个 leader， 哎呀，再要用头脑，所以经常要用这种放空。所以放空，我都讲是你去喝咖啡，去洗三温暖，啊，都袂互你变变叫。哦，你都我都去操盘操法，去骗人。迄，我讲你这查某你啊，你要追了男朋友，如果是那一种，不要嫁给他，因为那种怀念后代一定很糟糕。反过来是一样，一你出去只是在那喝咖啡，啊，在那什么人力码头在那边看夕阳，啊，迄拢无好。迄你讲你除了第二代、第三代，甲希望没多少变。所以恁今麦在找配偶哈。要注意你第二代、第三代的基因。你这么吹啦，就讲白白哈，拢躲在办公室，迄第二代都软卡。你看咱这么台面上，迄政治人物是拢一定人，你看拢软卡。我们头脑慢咧，卡夹夹袂出来，好拢骗了。好，拢做几条，这条红色的叫做细丁路，这条叫白银路，这条叫水银路，这条叫做迄个秦晋路，啊，这个是新台五路，还有步道，拢整，整我整无看。安那种，我无去买树啊栽，你讲我去买树啊栽来种，所以我要展现的是我这个头脑，当时我想要去把它完成，我要把它完成。有啊，台中大肚山有一个企业家第二代，伊要接因爸爸迄个行业，伊讲伊要维护生态，所以因爸爸好啊，无我大肚山那个买一撮头几啊千亿买，几啊千万买个，啊，就去种个高级的植物啊，花几啊亿去买，啊，佮请几顶人伫遐种啊呢，啊，敢好比怎么能比呢？我也属于讲，我无经济利益哦，纯粹是为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我善用我的时间去甲弄遐。啊，我一跟一般人一样，迄时间弄遐，可能就甲台湾人感觉一般人，啊，就伫厝里看报纸啦，啊，看新闻啦，啊，就安尼遛狗啦、慢跑安尼就好啊，安就惨啊啦，安就惨啊，别骗，安尼就后代基因就无好去。啊，这台湾做会到，只要变用总统来个命令讲安尼做啊，人民讲吼，你来做，变讲你。兵单搞，你也去报道，这唔免嘛？我看这，我那社区遮侪退休人，我拢甲骂呢。我讲你这吼，直接我是面谈呢。我作为看，我也是讲一个教授哈，也讲，伊通甲我谈，我作为看，我咧做咧。我回感觉更小了。后来你看咩哈？有一段时间，壁炉看到我远远从那边来哈，他就赶快躲起来，因为我都穿迄个咱农夫啊，伊拢穿一款的哈，很高级休闲的，看到我都躲起来。啊，后来说你躲没有用了，你现在干了学习，我种下树你种不到，你帮我照顾了，照顾总会吧？啊，连那个遛狗的小姐叫你狗好那么漂亮，你每个月赚的钱拢个开滴下落，啊，你高赛我刚看你提高赛哈，弄个提灯的马桶冲，我讲你赚的钱拢开滴下去，哇，迄高哈，不是的，不是，我讲你无看球啊吗？迄球啊，你个高赛哦，个坑里哈，你嘛垃圾垃圾哈，高不要听你个老，伊讲干咩坑？迄我种你都个坑无见，我讲哦，你阿伯。饲狗搁种树啊！哎，狗吼上悬寿命十几年尔，迄树啊几啊百年嘞，吼听一个恍然大悟，吼迄树啊即马逐工拢甲顾干嘞，系顾干嘞。我讲人都咱台湾人都是爱甲改变啦，袂讲伊饲狗都遮少多啊，好无？你看，我讲你饲狗吼，不如我种树啦。哎呀，迄树啊，过程中伊叶啊，就行光合作用啊嘞，伊就喷空气啊嘞，就全世界都呼吸，伊咧空气分子运动，全球都去。去跑嘛！啊，你教我吗？教我，你个人在家里爽爽爽啊，很寂寞啊呢！啊，啊，个个老塞了不就？一个观念而已啊，脑嘛。刚才我讲这是一个脑啊，这个我不用李登辉来告诉我，不用马英九、陈水扁来告诉我，你自己时间多得很，你就可以做啊。啊，麦刚烫一厝的啦，真正迄模式要打变，你从小就已经都躲在家里面了，出去闯啦，没有风险了。台湾这边还有什么风险？啊，好，这里那个跳过。即我就是讲，互恁知影情形哈。啊，我落来迄成果在哪里？好，即我的部落格。这样树啊，就是都只我种的，大张开就是安尼。啊，大张开就是安尼，规片山头拢是安尼。啊，啊，佫一个，佫另外一个，即两个内底有一个是我，啊，另外一个我唔捌，迄就伊就起我。就登着，伊讲啊，出来爬山，对我拄啊遐，啊出来爬都唔捌。啊，这几啊年前，这几啊年前啊呢，啊恁欢迎恁到时候说在家里面吼，你们家里面老婆老公也都看得腻了，啊不想哈，要换一个，你通知我，春天的时候那边很漂亮。啊，那我大概是先介绍这样，自我介绍，你再再讲我这老师这讲师是安那无咁快。好，啊，咱今仔的题目是真正说台湾解决台湾问题哦，破题哦。
解决台湾问题的脑内革命。咱甲回想，咱伫学校，不管你国中、高中、国学啊，啊是更小幼稚园，怎么弄？我的数理要干嘛？哎，我们台湾才讲嘞，讲啊，我不要当数学家，不要当科学家，我写那么错了。迄脑筋是要透过迄个数学，人家欧洲美迄白人迄厉害祖先，他们已经把它创造迄像那笛卡尔迄款知识论，迄是变成训练头脑了。所以你学微积分，还是学三角函数，还是学迄排列组，迄是用来训练头脑，不是要让你变成数学家，或是变成物理学家、经济学家、达诺妙奖。迄是咱要甲利用来训练的头脑，你也不甲训练咯，咱就甲牛甲马同款，头脑无用迄个改改变。咱是人来讲，哎，较聪明诶，啊，你无个训练，你有哪聪明？像我拄讲，迄小姐看到，后来个训练啦，迄狗伊这么多不用啊，垃圾垃圾，较早伊拢个帮你毛，迄台阶上，迄步道台，伊就爱个捡起来。我讲，迄查某人咧，很有心嘛。我说我哪一天来当狗好了，我就不会大小便，好，你抱着我都爽。啊，迄狗我个训练过吼，哎，现在他狗都会跑到树旁边大小便，连狗都会，就是讲咱人拢无用头脑啦。一个一呀，就我今年那狗不是我的、啊，我就看那几次以后就，就它要大便的时候都有一个信号蹲下来，我就赶快把它拉到旁边，蹲在那边几次以后它就会了，然后大完了就给它两颗哈、啊、吃，它就知道意思。啊，那我这个用脑的方法哈、啊，好，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好，啊，咱即马如果来讲台湾问题，咱我讲的题目是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迄、那个。脑内革命哦、喔，这两个都有关系啦，是跟脑、跟你的脑有关系哦、喔，不是跟你这个人有关系哦、喔。咱目前在台湾呢，流氓政府这个政党里面，民进党、国民党还是许小党，伊拢攻人呢啊，这人好人歹人啊，再搞饲猪啊，饲三只猪啊，啊再搞什么八几百万人签，伊拢攻人呢啊，拢无攻人脑。嘿，这人啊好啊歹，从脑来看就知啊。啊，那你讲边个看得出来？平常时做代志就看得出来，甲伊讲话就看得出来。所以咱台湾人就拢无去甲一人接触、甲交流，向阵去针对伊讲的、伊做的行动，你甲看伊脑。干脆讲这电脑伊跑出来什么结果，我大概就知道它程式是什么。它的程式是水设计，后来对参数有可以会修正。啊！咱即马看了看，哇！电脑这水个哦，这红色个白字个安尼，这民进党、国民党甲人讲着是哦，红个白吼啊，咱就爱拼拼红个拼白，啊，拢无咧考虑迄个逻辑，迄逻辑讲变那个变一下吼，变数个变一下。数学、物理都是化学，国中、高中都是要训练你的头脑，都是要让你这脑门开窍，唔是要让你当什么科学家，是因为那个学了简单的数学要当科学家，那个是用来健全你的脑嘛。啊！你脑也分析以后哈，你也运作，跟住电脑你也运作以后，你都它个发挥很大的功能。啊，无你都，你看一般人什么电脑个打电动玩具，糟糕啊！一部五六万买的，三四万买的打电动玩具，倒不如买一个电动玩具游戏机就好，何必买那个电脑？啊，人哪敢看呐？何必呢？那如果说只简单的这个吃喝拉撒睡，那他当狗，人家还会养着你呢。人还现在景气不好，人家没有人要养你，还要跟你离婚呢。啊、狗，你看不会了，秀苗苗啊！哦、我说想好要当狗比较好，开玩笑，这都要讲过啊。好，啊，这我都要讲，我在台湾的媒体上面啊，我不是记者，也不是评论家，但是我讲起话，我不是生态家，我也不是，我就我的兴趣，我自我实现嘛，啊，用来训练我的头脑。啊，不，大公你头脑数学这厉害，啊，物理这厉害，啊，逻辑这厉害，拢无讲辩论，还搞你骗你某呢，啊，骗某再给你骗，那个生一大堆，啊，无好。啊，咱来讲你现实环境，你看报纸，你看到马上会评论他说，咱顶几刚刚应该有老师给讲讲，你也要看报纸无？伊讲你拢会晓，但底拢汉字写奈袂晓。不过你爱看讲，迄、那个记者写一篇文章，迄、那个社论，伊的出发点是啥？你有法度提升到这样吗？啊，你无法度的话，你讲看咧，哦，写真有理的，哦，咱台湾人这么这惨的，哦，咱用欺负，我看这惨的。啊，拢用情绪，安就惨啊！那个看讲一篇那也别写，比如讲这一段时间叫做，民进党流亡中民的民进党要会战冻结台独党纲，你看哦，这好安尼嘿，啊，有人去直播讲，唔安尼唔好，咱台湾人拜拢无去，哦，安尼糟糕，就代表讲我都用脑力分析，咱台湾人真惨。
由他们那个报社，哎，报社是较早政治人物在会成立一个报社，原因就像民进党或中国国民党会成立，不是表面讲说哦，他为人民服务。民进党成立是蒋经国成立的，结果哈，这些老先干应该知啊。蒋经国为什么要成立？就像现在在座男孩子，你的丈母娘以前的准丈母娘为什么把女儿嫁给你？啊，佮嫁厝给你，佮嫁车给你，是嘛在？所以这么民进党做的都是拢。因的丈母娘，岳父啊，对蒋经国嘛，起码已经执行了蒋经国的遗嘱了，包括李登辉也是啦。另外，啊，李登辉还讲，我的生命导师是蒋经国，哇，宗教信仰的基督教人，听着拢戆去。基督教人一定他的精神老师啊，是导师，一定是耶稣或是基督或是上帝的。啊，我是用这个讲啊，他竟然讲蒋经国，可见是看人民不看他民了。哦，这款文化，你看，啊，你等台湾人国甲崇拜，哇，伊是台湾的民主之父。我讲啦，迄个时阵，迄是你唔敢找你，你也去，你也是民主之父啦，对不？啊，咱大家拢向平先去考联考，啊，出来都伫坐伫办公室上班啦，啊。好，哦，啊，无好蒋经国甲你邀过来讲，准备做我的囝婿啊，对不？啊，蒋经国伊后代都不能，伊该讲买份台湾，伊的囝婿伫台湾做官嘛。因为在讲台湾，唔是也是多梦来家嘛？那可能我直接讲讲，好。啊，这里来讲，我这里意思讲，这里我今天先给他带出来。这几天蛮牛的，我这一篇已经发表一两百啊，一两个礼拜了，大概可能几千个人在看。你的国家是什么国家？好，在座哦，听进去哦，我都要讲闹哦。你的国家是什么国家？我不是讲个新的工，你是什么人？我讲你现在讲到你是国家嘛？你的国家是什么国家？比如说，你讲你的公司吃头，你的公司是什么公司嘛？你是台积电，还是我是证券业？按你跟我讲，你说你是一个国家，好，现在你可能会拿那个台积电，还是证券业一家公司的员工证哈，最能证明的嘛？员工证要经过人事部立上去印证进去，而你升级当到里面的主管，或是里面的高级什么专员，你拢看得出来。您这把捏出来，身份证捏出来，你们拿出来。好，我想都有随身携带，是不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国民。哎，代表公好像你在台积电，台积电那个，因的人事部给你一张你的员工证啊，台积电一样。你这把比我多少公那个走啊人那家告吼，啊，亲戚身份证都随身携带，在你这边呢。啊，我跟你们，中华民国存在不存在？那四个字中华民国您敢没有？我说尽量啊，以后你们在做尽量有中文字以外哈，尽量再起英文字啊，是迄个日文字，因为汉字中文字会害死人。我这篇就是要讲啊。这几天啊，昨天上课应该有老师给讲，迄个美国几啊，迄个掌握台湾的决策关联，跟住台湾现在目前管理里面的几个。行政院啊，什么黑的可以决定你的政策，油价比较涨，什么的都由他们决定。同样，美国也是可以决定。里面有几个专门负责他，里面有几个，一个叫做黑的黑人叫鲍威尔，还有科林鲍威尔，黑将军嘛，就参谋总长，或者当趟他们的黑的国务院的国务卿嘛。啊，过另外负责黑的南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主任叫韦德林，伊拢讲过啊，台湾不是国家，翻译过来叫不是国家。两个字，但是人迄西方文字是很清楚，这个是，好，咱这个看，看，这内底哈，咱了解的。Taiwan is not a state， 啊 ，state 啦 ，state 啊，咱汉字讲翻译是国家，啊，唔是一个 nation， 好，咱国际牌加点嘞，也就翻迄个国家嘛，国 nation 也是国家，啊，翻译汉字也叫国家。啊，台湾啊，不是一个 country， 啊，这翻译成汉字是全部这 state 是国家 ，nation 不是也是国家 ，country 也是国家，这不是国家。啊，糟糕，那你们讲说你们是国家，人家权威性的，像你以前在学校上过数学、物理，人家里面的定义，那些权威都给定义很清楚嘛，你都不是国家。好，多下开鲍威尔有讲嘛，我前面有几个老师都有讲。我是讲，把迄个逻辑用大脑去分析啊，无你和你政党，甲你讲，咱就是国家，咱主权独立，哦，拢看人面呢。哦，这里包围有一家，哦，伊讲讲真清楚的。
啊，拜了这黑将军了。Taiwan is not independent, 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it's a nation. 啊，中国多公黑 nation， 啊，个这韦德林亚太地区的安全观，中华民国就算是，台湾就是中华，就算中华民国，它目前来讲不是一个 state， 啊 ，state 了 ，state 是一个很高水准的一个政治实体，就像美国那样，啊 ，nation 还不是，啊 ，nation 比较看了，啊 ，country 更低，啊，这三个 state、nation、country 都是汉字化历史上是国家，在西方不会有这个问题，他们看到 state 就是很清楚，就脑筋看到就，你英文文章或讲话出来听到 state 就知道是什么 ，nation 就是知道是什么 ，country 就是知道是什么。啊，结果台湾你看，受中国文化，你看很极限呐、啊。每个人都讲这个，你现在不练这个这些啊，你自己也认为是一个国家国民啊。你现在拿身份证出来，中华民国国民啊，但是中华民国不存在。中华民国为什么不存在？有人要回答一个原因了。中华民国存在不存在？都话有人甲讲，哇，对，就是你们哈，你说不存在嘛？不存在是从开天辟谷就不存在，还是中间阵亡了？这个要解释，用英文名字。你如果说我为什么说你在好像这位很年轻，在学校要看英文版的专业书，不要看翻译版，翻译版就能害死人。你脑筋跟电脑一样，那个程式灌进去哈、啊，糟糕！以后要电脑要升级，你自己不会升级，那低级的程式在里面，那个电脑没办法跟人家竞争。中华民国中英文字来，一段叫小花就没有。是不是 Republic of China？ 是不是叫 Republic of China？ 英文字是不是？你看你的护照里面是不是英文版？它法定的英文版叫 Republic of China， 就中国，就中华民国。民进党现在用中华民国四个字，跟中国两个字不一样，所以中国建了一个国家，中华民国是四个字，后面都是国。我的儿子也叫做李大国，我的宠物也叫做李大国，难道是国家吗？我家里面谁煮饭啊？谁要去买菜？谁要种树？也是经过民主选举啊。有选举就可以当成，也是民主制度，但是不能不是充分国家充分条件。有选举，在数学这边有学数学的人该知道，逻辑是不是充分条件？就是说那个件事发生不一定代表 A、B 就发生 A 不是 B 的充分哦，充分就是说这个发生 B 一定发生了叫充分的。选举民主选举不是国家的充分条件呐、啊。我家里面也可以，多少公被征求啊，被采用选举啊。我跟家里几个人投票选举，民主啊。啊，恁些民进党个台联讲，恁经过民主选举，甲骗骗去，卖骗人款嘞，无头脑的人。选举不是国家的充分条件，我讲一个，那个。达赖流亡到从中国的西藏特别行政区，属于中国政府的地方政府，流亡去印度啊，印度是一个独立国家，也达兰萨兰地区，因来这观念也是用民主选举啊，只有精神领袖不能选而已啊。啊，印度那个地铁达兰萨流亡是一个国家吗？何况那个流亡不能就地合法化嘛？啊，这可能跟中国吵架个吵不清。那中东那巴勒斯坦呢？阿拉法特巴勒斯坦。一个以色列迄个从几千年来的国土就有问题，领土有两地关联的是有经过民主选举啊。那巴勒斯坦是一个国家吗？所以你要很简单，像这个这么年轻，后面那句，你有基本的国中、高中的数学逻辑哈，都很清楚了，不用什么李登辉或是什么陈水扁跟你讲，蔡英文跟你讲，因为你顶人都是拢。黑龙，发现这边有社会系在包容，这社会系他在国中、高中的三角函数啊，什么牛顿三大定理搞不懂的时候，全部跑去练社会系的，社会系在那边背历史地理啊，好吧？不相信你挖掉嘛，他，你得转到社会系，社会子考国文嘛，国文中国文嘛，考历史嘛，中国历史嘛，考地理吧，中国地理吧，还考三民主义，啊，考数学是很简单的数学啊，糟糕，这个从小啊，好像你电脑买下来都装了很简单的程式啊，教一块的。接龙游戏啊，无就是波波猫，啊，糟糕！咱这么台湾人都安训练出来，都变成安尼。啊，这么我把你生活上把你弄乱掉啊！你讲啊，我顾不到啊，啊，那无你乌黑啊，台湾人就这么差别。所以这两句跟你讲啊，才清楚的。迄专家讲，咱上数学、上物理，就是跟你讲才清楚。好，咱个看到题目哈、啊。所以来讲，讲才清楚那个
台湾 is not state， 没有，没有对嘛哈？伊都爱伊啊，啊你讲我迄两个人有啥物代表？总比李登辉厉害吧？鲍威尔会输给李登辉吗？会输给陈水扁吗？人家那个美国的政府庞大的官僚体制会聘请他来，当然代表是说他已经过公务员历练，还有各方面的实务经验都多了。你台湾这个是在茶壶风暴里面这么挤来挤去骗台湾人而已啊，啊，所以也不是一个 nation 哎，更不是也不算是一个 country， 它只是一个 occupied territory， 它只是一个人家 territory 一个占领地，谁的占领地？美国的占领地啦。所以不是国家了，你那个有国家是因为中华民国把你挂在那边了，啊，民进党用这个中华民国就是国家了，这不对了，啊，我都要被回答，说中华民国不存在啊，不管他是中间政府，咱都要讲迄个，这个英文字，你跟数学、物理啊，你看清楚的话就会较清楚的。好 ，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 是中华民国的英文字，华丽英文字哦。啊，那个现在这个中国的合法政府、中央政府叫做前面 Republic， 就前面加一个 People's， 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说是人民的共和，这个 Republic 是共和，中国的共和，啊，就是这个中华民国。啊，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前面在 Republic， 就前面再加一个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哦，叫清楚吧？我怎么无甲独立说？我怎么用这个？这么中华民国，你怎么拿中护照上面英文版的，是写 Republic of China？ 好，写问题加。第二块，这三字 Republic of China 跟中华民国哈，无人看有啦。有讲后面一个国就国家，但是英文版你看得清清楚楚了。Of， 大家国中开始都写 Of， Of 是什么意思？奥普是什么句？数学里面就是，那个叫做那个集合里面含的元素嘛。中国是一个集合，这个制度 ，Republic 是一个制度，是中国里面的一个官僚制度，因为孙中山创立的，在中国，从中国是从秦朝就已经有了，只是名称不一样。大清帝国是殖民他们，大清帝国也是属于中国，是不同的制度，叫 Emperor， 大清 Emperor， 大明帝国这属于中国。所以中国从秦始皇建立以后就存在了，只是每个里面讲每个朝代，就是这现在流亡中华民国这个 Republic 还没回去，我走来台湾这，那可能，好，人，我看台湾人吃不好，人迄外人表跟他说表咱台湾，咱讲甲当作，啊，所以这意思，中华民国不是国家，不管有没有灭亡。它只是一个制度，就中国下某一个朝代的制度，所以你不要学民进党去把中华民国当成一个国家，除非你去建国。所以，民进党这样几个作为，就要把中华民国本来高升变成中国吗？要把台湾人家占领地变成中国吗？甘纯公叫少年的去恁家，给你看看上两个干妈疼，好你讲要给恁查某囝娶当要做某。我那办伊个代志，啊！你用悲情公关勉励岛事，勉励岛事件那个是不管有没有真的，那个人在布局在里面，说这几个人以后就变成台湾的英雄人物了。啊！咱台湾拢是悲情啊！这几个人做曼德拉做苦做哈，这建立啊，说好、哦、出来以后，他当我们讲话，那个五大律师，你看都是这样啊。五大律师我不批评了，因为他这是读社会系的。读社会系的，不要把他当。如果他真的是欧美的，你说欧美的政治人就是社会系，欧美没有联考了，哪一个领域都用科学的方法了，就性产业、艺术都用科学的方法了。哪里有像台湾是说，国中、高中脑门还没有开窍，就是说三角函数搞不懂啊 ，sin、cos、天然的再变动一下搞不懂，跑去背陇海铁路啊，唐一下文武周光背别人都唐啊，考进台大，考进清华。阿联公毕业以后，到美国就去过个水啊！美国那个有钱去，随便都可以去啊！啊，邓老公没领导人家，你看这么一点人，你看，不管因为在野党或者执政党都无脑筋的嘞，啊，无脑筋，佮无脑筋，佮佮贪污，啊，还告哈，对主人不忠，不然国起码还不会去贪污吧？啊，这好，我这篇就安尼解水了，安尼了解不？所以中华民国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是兄弟，跟像讲领导本来是你下手的，啊，你才去让恁兄弟给你赶出来，啊，恁拢共口罩的啦，莫甲讲讲，嗯啊，我即摆摆高雄，我摆美国，无共口罩。我讲记者，我姓李吧，我去阮兄弟也赶出来吼，我做了唔着，用赶出来。同款，我拢姓李的啦，莫甲讲，我这姓李走去加来的，我都变成一个独立国家，我都是另外一个一组。麦卡片，那逻辑是那数学逻辑啊，那不用上华理，不用上国际化，不用这么简单呢。你知道，所以中华，我在中华 Republic of China 是一个制度。好，我另外想，我听下在台北这边个，你别想你去台北州，还是去台北去高雄，较大只，有一种银行哈，有无 ？Bank of America, Bank of Taiwan， 我来问 ，Bank 哈，同样啊，这 Republic 把它改成 Bank 嘛 ，Of China 或是 America， 请问你？看到那个招牌，到底是问你是银行还是国家？有无？您有看？您有来自于各个都市嘛？你在金融区里面，诶，看板哈，除了汉字以外，它英文如果是外商来了 ，bank 嘛 ，bank 银行 ，bank of America 和 bank of Taiwan， 请问这句话看板写出来是国家还是银行？哎，没有人回答。对呀。啊，那同样这些叫 off 啊 ，Republic of China 是强调前面这个 Republic 吧，对不？我就把这 Republic 把 Bank of American 是你就知道说是银行啊，只是在美国注册的银行嘛，啊，他分公司到台湾来嘛，同样嘛，你这个数学逻辑的说英文，我说鼓励大家都去看英文啦，啊，很简单的，那新闻报道、啊、以后你跟自由时报讲啊，你们最好都附上英文啦、啊，不然中文我们被人害死了。啊，随便动了不动就把我们讲是国家，我们主权独立的，搞骗骗你，你主权哪里独立啊？你什么从什么时候地方独立？关楚公，哎、欸，这恁家嘛，哎、欸，怎么独立啊？喂，哎，阿姐，阿派小光亮点，看这讲话了。啊，你要独立，老爸烦恼嘞，你要哪独立？你出来都三江都中国改造，你无独立，老爸搁在你哭。你要独立出来，恁边啊迄吼，酒肉朋友都给你设计去啊！台湾戆戆啊，林志龙给你骗的，哦，恁独立呐吼，恁外靠你。交女朋友很方便，咱家己混哦，咱老爸老母拢唔知，欢喜干呢。啊，咱阿爸，迄个款中国迄黑道落来就当地混就是安尼啊。当地混是西班牙殖民地啊，伊就干脆咱这边民进党独立独立好啊，让你独立。结果无半年，当地混迄个隔壁的大国家印尼会进进去。你是独立国家，就是说你出去到时候你就独立了嘛，18岁就独立了，咱就家己做生意，要家己来陷害。啊，你后老爸的呢？恁老爸敢会输你？啊，这民进党就是就改国蒋经国设立的一个棋子嘛，让他流亡中华民国，在台湾在果园残存。本来国民党自己也核心人物都中国人，一直可能在台湾撑不久了。所以蒋经国改伊公开讲讲，因囝拢袂去做，啊，伊讲干嘛你乖，要甲钱乖乖做，伊讲我找个李登辉来啊，哦，恁台湾就相信李登辉啊，所以靠那样果园残存在台湾都多了活了30年，哎，本来就要牙根要死啊，佫找一个这。台湾人啊，会穿起个盔，跟住讲迄个白血症快要死掉，你又给他输血给他，哇！恁台湾变做安尼呢，真惨呢。啊，我说我讲讲去种树啊，我种树啊，头脑才清楚。好，你的国家好，咱即马来欣赏，听我讲安尼吼，大家拢安尼。啊，这看咱台湾，它的原来名字叫做福尔摩沙。福尔摩沙是一个岛，就台湾岛。啊，讲现在台湾的话，应该包括台湾跟澎湖。福尔摩沙当时讲的是台湾而已。好，所以你旧金山合约里面的日本哦，不是日本天皇，日本这个哈、哦，跟着王永庆下面好几家公司啊，台塑是最大的，里面的总管就王永庆，都是好像创办人就好像天皇一样或皇帝一样，他下面有好几家公司，所以皇帝制的。包括现在还存在世界上有名，他已经不够问世，但是还是有那种只是结果的。以下面有好几家国家，英国是不是？英国女王是不是好几个国家？你看王永庆下面有几家好几家上市公司啊？啊，我告诉你，台塑的董事长大还是王永庆大？对嘛？王永庆可以把台塑这家公司卖掉了，天皇可以，皇帝可以把某家国家卖掉了。啊！咱台湾没有这种观念，天皇是啥？讲到天皇就气干嘞，吼、哦！要是碰到对面好，
啊，讲到伊啊，都讲吼民主国家，哎，国民党甲你洗脑啦，民主国家就讲从这囡仔，民主国家那更好十八个出来，甲都做你棉裤啊，暗时啊，伫民生店甲农民烦恼讲，有四大人伫那个发啦，都是台湾人是要我这样。啊，美国人迄老先辈讲，你这出来吼，莫你啊搞建，你陈水扁那什么遐，定啊蔡英文，你莫去啊搞革命，莫要建先来关啦。等下我来问啊，您不要睡着，陈水扁什么原因被关？基辛格什么原因下台？啊，不，林克森，啊，你也唔知啊人啊，无用脑人，讲我表面媒体给你的是，不管你干蛋，不是咩？好，啊，这卖讲哈，台湾他原来名字叫 Formosa， 他是我的母亲，也是在座位的母亲，无人反对吧？啊，看好啊，好，啊，咱即马来，心情放较轻松的来听一个，迄、那个。你不要啦，美空云雀，我想在座有稍微一点，有听过美空云雀唱的那个叫做啥？是说苹果追婚嘛哈？苹果追婚哈？那这么美。我重新放好了，你多这可能先顾哈，怎么被叮当？我们网络视频有没有开？你来给他调一下，我跟。我怎？伊迄追婚就是一个婚界点，婚界点就好像讲你家你的心爱要离开了，在海花迄个地方婚界点，不管时间都地点。因到美空云雀这个家庭就好像台湾一样，以前是很美满的家庭。因到因妈妈晚上黄昏吃晚饭以后，拢会找去因到从咱外口看的苹果园，看苹果安尼飘，安迄花雪花花安尼飘咧，啊因老母拢甲讲，我要互你这查某囝仔遮幸福，因为咱兜拢遮健全，咱拢遮困俭安尼。啊，哪会知影因兜做生意失败，因兜走去用占占去。啊，迄当阵迄个美空云雀伊这个背景，伊讲，迄当阵伊才七八岁尔，七八岁在做，你们懂事吗？不懂。啊，因爸爸妈妈犯罪，互掠东京去，互关起来。啊，伊即马伫伊个故乡，一直想到就是他爸爸妈妈在东京到底死掉了没有？这情形赶快，啊！伊就伫迄个年纪，大概你看刚才那个画面，那个已经大概五六十岁，很好、哦、那种很成熟的年龄。他回想他妈妈给他答应，他回想他妈妈他现在到底在不在？啊！因为家里面他本来是掌上明珠，是人家千金小姐，但是在他的家里面被打成变成下女，只能在苹果园里面。他那个苹果园是他家里面了。他只能在里面帮那个占领他的人摘苹果过日子，咱台湾人这么多钱呢？所以你这么搞，讲我你卖什么什么硕士、硕士、博士，你用采苹果而已了。哦，领导啊，读硕士还是恁家是什么硕士、博士？你卖加迄个啊？伊这么这个故事，就是讲要讲这个情形，迄条歌迄个韵律吼，你应该有听。迄个。你巩固的情形啊，咱台湾有几个，无人想到啊！我放烟火一大堆啊，平常都不出，晚上都不出放烟火，那一天放烟火，我都台北市连千人怎么都放烟火都出来。我想在座应该很多人都有去看烟火。我告诉你，女孩子在这，女孩子抱歉不是，你的女男朋友那一天叫你去看烟火，你不要嫁给他。
你的女朋友那天要你去看烟火，我认你不要跟她结婚，没骗你哈、哦。这个我不是在问，因为这种已经在读大学了、高中了，应该脑门要撬开了，要思想，不能只在那边平常都不运动，全场啊整那一天人家媒体给你广告哇，什么都好都好，什么基隆的黄色小鸭、高雄的黄色小鸭都去看，那代表着脑筋是很容易。满足人家给你诱惑，你就去了。哦，这个是很糟糕的地方。这个台湾人，好像我鼓励我家里人或小孩都不去考虑。好，宁愿叫他们到山上里面去看树长大了没有，看苹果花飘下来状况。好，苹果花，弄。做点大劲，先休息三分钟哈，麻烦您先喘口气。阿古拉就是迄个美空云雀，伊从小六七岁，家里遭遇这样的变卦，就如台湾人一样。68年前，咱的家庭跟战争，跟美国战争，跟盟军战争，咱失败，咱苹果园被人家占领。啊，咱即马这十个囡仔唔知啊，讲咱是另外跟讲这个国家的中华民国的国民，啊，你讲无啊，我不承认。咱这不是用迄语言文字讲，我用除了民进党讲，咱用低头什么安尼个安尼个。咱法治国家，法治的人民，你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你的身份证现在跟你最亲近的，比你的配偶还要亲近，你都放在皮夹里面，里面明明写的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国民。啊，你没拿卡盖税？你看，总共你的身体上皮肤已经有一个长痔疮或是一个血线。啊！你那白治疗，你讲安尼都好好啊，安尼都好好啊。啊！你遐西方拢袂安尼啦，西方拢化解唔着，紧着脱得掉。哦，咱台湾真害咧，迄时那安尼，我想拢无。后来我想是脑出了问题啦，脑出了问题，脑都和你讲，一个人被压抑着，脑就讲啊，我这目前安尼都好啊，迈过去安尼冒险，好不讲压抑太太，怪怪的麻烦。重开是没有用。这电脑有问题。我重开机好了，重开机可能会耽误一点时间哈。好，啊，我即摆就会美空云雀迄条迄个苹果迄个大家听过啊。啊，其实因妈妈跟像咱的父母一样，对小孩子都有一种爱护。伊较早都有甲提甲讲，即个讲咱家庭无可能安尼接顺的，人生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啊，迄个就有西方有一首歌叫。May it be， 好、哦，这少年应该有听到一首歌叫 May it be， 好像由那个很有名的一个家唱啊，伊迄个甲拄啊，迄美空云雀整个
串联起来。我等于音乐没有放出来，其实那个上次几次我放是真的，在座人听的都蛮感动的。好，也许讲咱台湾人要用头脑去搞这些现实，你不要看那电视台播那些，看看那嘻哈哈啊，都没有去想到人家有时候是在暗示你什么东西，台湾人都不知道。有讲啊，黄色小鸭，所以你弄到基隆去了，人家有些人就把它破坏掉。你和咱台湾看黄色小鸭干嘛？啊，不，无你去取只真假黄色小鸭嘛？那没有取啊，大家成群结队去遐看，啊，真无啊嘞！啊，无你像我，你去种树啊嘛？你看，哎，用气球吹的吼，还这么艺术？现在有什么艺术呢？无你竟然去取只鸭嘛？哈，取只鸭哈，取一只啊，看你看，看面啊龙安尼啊。好，阿人才对，阿拢无咧。台湾啊，咱家长，尤其当家长也不会讲咧，糟糕啊！吼，那天吼，结印啊，那成群结队啊，西老忽悠拢安尼去咧。海外讲吼，要去上班都被他们挤出去，好像又到中国的上海一样。我还没有下车，就有很多人把他挤出去了。啊，我问你是别上班，你是有没看黄色小鸭？无，你唔要笑，真正你这高雄也是安尼啊，伫基隆也是啊，所以基隆遐有人看袂落去，甲破坏掉嘛。怎么引导台湾人去做这种没意义的事呢？那就代表台湾人都在家里边精神方面都很匮乏，所以稍微有一点这样什么五月天啦、啊、或者什么来就一大堆的，啊，叫他种树啊都不会。今天是不是我电脑都干了抗议，都不出来了？啊啊，刚才说那个 Mate B 啊，那个因老母少年当中都甲因迄个面孔银切，这里讲讲你也拜会安尼，会面临到这样，没有错。后来台湾就是那个面孔银切唱的那一首歌，我们的主角就是面孔银切唱的那首歌。啊，咱台湾伊即马流亡政府拢甲你闹哈，你的注意转移到其他地方去，比如说从小把你转移，你去考联考，你要拼去拼第一名，不要台大，不要交大，不要清大，啊，其他还什么真理真相都免避，你免避就避。啊！你看我关中去年两年前个，伊讲讲啊，无恁啦来考看卖啊嘛。伊讲公务员不是普通的人呐、啊，因为逻辑上有问题嘛。我咱开讲，你迄、那个科目如果伊要调两个，哈、啊，迄、那个科目要调两个，不管当总统还是当行政，要调两个啦，哈、啊。啊，有一摆去考，啊，一摆拢考满分。啊，我甲你问，啊，一摆拢去做总统吗？一定两个嘛。啊，两个可能已经内定好了，或是经过什么考试以后。啊，剩咧九十八个要去打，我问，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西方国家不会有这种问题，台湾这个管理呢，他要是那个两位哈，会给他好优惠好，啊，他会帮我来管理这九十八个人。那台湾就差不多。啊，那九十八个人难道不是人才吗？是在这可能有些是学校老师，你看流浪老师会输给学校里面的正牌老师吗？但是你看，两个待遇差那么多、啊、同样都经过教育师范教育体系出来的，好、哦，师范教育体系啊，出来那变做安尼，迄个生命啊，甲迄个生活完全不一样。咱有哪有去想嘛？是个限制他们讲啊，无你去拼，你去考，今年考不了，明年去考，他考、啊，一生考干呢？你看啊，后尾吼，真正考入去，惊死啊，啥拢唔敢做。人家旁边在谈贪污的事，他有听到，他都不敢去检举嘞。伊讲我个检举的，我说阿爸在给我，在给 cancel 掉，吼、哦，所以都唔敢吭声。啊，你西方不会这样啊，西方不会，就是说你北欧，我们大国家不讲，北欧国家人口比我们小，不会这样啊。台湾那也变作安呢，用怎样你平常你做歹代志嘞，那唔敢讲。吼、哦，我以我政治来讲，我七八年我就开始讲。哎，为了我讲话吼，岁岁春天怎么来三月四月春天会开出来哈？啊，为了去爬山逃考啊，逃考。啊，伊甲提我有时佮拄着哦，我听伊甲说都要提三四种，我看是我的树啊嘛，树啊栽差不多，我前两阵去别个救到两个种地啊，是对我点子拢差不多从地安尼尔，哎，坑里头，哎，拢退休人员，拢浙江永营啊，青山。我讲阿伯啊，你个树啊，他又知影我种，伊讲啊，你种遐济丛，几丛啊分我，哈，咱台湾人拢有安尼，几丛啊，较用安可怜啊，我讲好啊，我讲啊，你就知影来只爬山，应该对山才有感情，啊，只到恁兜啊，你只个顾得好啊，伊讲吼，伊都搬来遐住，恁兜吼，几千万买遐破天啊，要种几丛树啊，用安尼，你看台湾人是不是安尼？
啊，我讲哦，你要把你的事业看到，这边三年就是恁刀，就是恁家的后花亭，你要起来照顾。我都这样做了，我如果我讲我从你很主事哈，我个正我个单出安尼尔，你怎么有可以办法托我的事呢？啊，真正啊，许杨俊华讲一下伊就明了，我讲。你求你登证，你在证给我，证给我，我唔知啦。你可以一直笑，就好像一个男孩子、女孩子很想结婚啊，就独立啊，唔知啊，独立不了两天，不知唔知外边，我唔知。我特别独立。啊，我想讲，求我在伊无讲啊，伊讲我贪嘛，讲这面我要你登证。我讲啊，你登证，伊就讲要证定远啊。啊，你再证定因的庭院，你看我引导人欣赏啊，炫耀啊，跟他回去一定骗他的家庭。哎、欸，我在山野吼采到一棵树，啊，你还嘎逃万的呢？哎、欸，我当时嘛，啊，里面贪很多钱，你看那高要求，不要没有贪，我不知道林律师那个是不是这样？我当大官呐、啊，所以自然有人孝敬我啊。嘿、欸，我是拢袂安尼做的，因为用脑筋想知道，你们说人家不是没有给你薪水啊？如果说没有给你薪水哈、啊，你很穷，可能啊，那个高哈腰杆呀，边有一个高塞呀，想要吃一个呢，无可厚非啊。哎、欸，有薪水嘞，真奇怪，我哪样呢？你看，不管真正连那个退休年也是这样呢。啊！伊变那跟他比了，我唔是讲我用学术练，我实际那样做，他拖我的树，啊！伊变你的正引导，引导看，我引导人看，啊！我甲开拓嘛，讲啊！你只种带起来，我种啊！你甲顾嘛，啊！你也要恁朋友啊，要甲炫耀，你甲带来遮看，你带来变数看，啊！种树我直接外口带开，从我就本精神拓展到外面去，拓展河顶以外，你要拓展出去嘛，啊！出去社会环境在进步啊。无，大家拼干嘞，拢为着家己尔嘛，安尼哪有进步？哦，所以我这内迄个内甲讲，我敢讲啊，咱袂明有中国讲，莫敢讲。啊，阮爸我顶下甲讲，哇，你安讲安怎个吼？伊甲你安那呢？我袂啊，我惊着，我惊呢，我咪做你囝。啊，我讲者迄阿伯啊，吼，真正后来即马跟我变成好朋友，我现在树都让他照顾了。那狗他也是他训练，那狗那像整条路那流浪狗，什么狗都他训练，都训练都会到树旁边去尿尿，那条线呢？要启动以后哈，启动以后哈，就会带动一关呢后面的人。啊，咱台湾就是违法的哈，啊，莫人讲啊，讲安那安那哈，啊，佫讲安那，人做歹代志莫人讲出来，有啊，恁宗教有啊，啊，恁做好代志莫人知，安尼福报较悬，这拢唔对的。譬如说我记者咧，我做歹代志，啊，伊知啊，啊，伊咱他妈台湾的社会价值讲，啊，你莫人讲出来，安尼哈，无你阿伯无好运。啊，阿伯咧，阿你，我即马阁去甲别人，我迄块本身是坏人，那其他人不知道是不是又被我害了？哎呀，见义勇为，讲讲讲讲，这个胜利哈，你听要求滚了，哈，啊，人知道就会提防，知道嘛，就会防嘛。好，啊，他如果是好人，他讲出去说我好，我捐100万，我种树这样讲出去，我们不要去家人家畜啊，那哈，一样共同灾嘛，人家会在看起，不是我们阿姨都。迄困是拢做会到啊！我这十波人啊，同款迄困是，逐工都伫迄困都伫厝里困干呢。啊，我那无多跟李晨来挑战呢。你看美国为什么比赛篮球比赛、运动比赛那么激烈？你讲像阮爸个讲，哎，比赛敢会出脱传统观念啊？人个比赛就从小就在看那遵守迄个游戏规则，遵守迄个法律规则，裁判在那执行。从小爸爸妈妈五六岁带他。到棒球场还是篮球场去看嘛？从小就训练了，嘿，不是讲你咱台湾去，嘿，法律书拿起来，六法全书背的，我要做好人，要做法官。人家美国都会脑，我都讲迄个脑筋嘛，哈，迄脑筋从小伊都是安尼个训练，跟像我迄球啊同款，从小你都爱付出迄个你迄个专业知识去甲带领，无你球啊歪去哈，你比如阿伯个大汉要掉出来，你就麻烦了。好，我要讲的意思就是啊，所以这脑极重要。那电脑好像整个都出问题。好，阿多来都，咱都讲迄个美空云倩妈妈 ，May it be， 也讲希望你以后怎样。啊，其实迄个改成 May Taiwan be Formosa， 希望台湾恢复到原来的 Formosa， 对不 ？May it be 嘛。就是说，我们现在身份地位还不明，我们现在国际地位、身份都还不明，我们希望能够恢复，连这个都没办法做到的，安尼台湾无望啊！啊，你讲啊，一个可能暗时困困，精神起来，马上讲要来
地位正常化，无可能。迄、那个脑筋无拍开，无可能。因为台湾现在他们都是由政党政治把它操弄。你以为讲跟着他们这样走就可以达到你要独立建国的目的吗？你不过想我顶权的人，都在美国去，都在美国去两个人，迄两个人啊，佫唔是上大有决策权的人哦。那个还不是最大的决策权，那只是负责迄个职位一出来讲啊，哈、哦，你，迄、那个美国迄个黑将军就鲍威尔，甲迄个韦德林都安尼讲啊，哈尼清楚啊。迄敢是讲牛顿甲你讲，迄微积分就是安，还是哥白尼甲你讲的是地球绕太阳啊？啊，即马台湾人我讲不是啊，是太阳绕地球啊。啊，不然你一直坚守太阳绕地球啊，他给你加些钱啊。哦，啊你来加入我的政党，你选举我一定给你。你拢免出钱啊，因为民进党迄你选举，跟你做生意同款嘛。你迄老师甲你讲过，因表面拢无来讲啊，因迄选举补助款有无？伊一对一对决的话，一对一对决，我政党两个大党两个人嘛。啊，顶端一定来对决你着，啊，另外一个无你着，起码也有基本盘。所以伊发生什么代志啊？就是迄补助款伊你着。伊无删掉，你看迄蔡英文六百多万票嘛，你一票把乘以三十多少，将近2亿，这生意上面走，我也要走啊！哎，过程中都免出钱啊，从做马庄安尼压，给讲讲啊，从阮讲讲啊，佮饲三只猪啊，都要共删掉，啊，迄删掉迄个，迄订单让他停，啊，马英九怎么安尼啊？伊700几万票，起码他只要2亿外嘛，好，这是个人哦，候选人个人哦，恁有想到这无？要叫你出来，我愿意啊！我叫妈做啊，让人行来行去啊，去公开场合情况，卖讲伊啊，讲哦，台湾独立的国家有2300万来决定，我也要讲啊，要跟由他们那些政务官来讲嘛。伊背后啊，我讲你要从西方是那些比较，你要参加竞选啊，经费由你自己要出一些，惊死！跟做生意同款，卖讲做生意啊，你买股票台积电，你怎么敢去买无？买了你加掉。哎、欸，你们都免哪免惊啊！啊，迄钱，因为讲政党的钱都来自你我缴税的钱啊。好、哦，啊，那政党票呢？政党票就是台联党什么小党啊，没有人选上啊。啊，不，七分了，不，啊，却有那种政党票哈、哦，一票50块，每年呢？哇、哦，这跟公务员赶快退休以后每个月要领的比他原来在工作本薪还高，谁不愿意啊？所以那。这无，咱即马台湾人都无去了解，哇！迄顶悬的，大家咱咧较早细汉人、少年人阵，咱按记录的，啊，到尾咱啊做正式人物，大家咧一干肥有无？刚有南部个一个什么拢翘起啊，拢七十几个翘起，你看咱到尾较早拢三期间，到尾拢即马拢一个肥，啊！甲恁较早去两三年里面养小猪那个主人啊，你看那一个肥啊，好、哦，啊！佫一个讲去免疫岛事件，他蹲苦牢啊。啊，每年的时候在联合国总部要邀一个哦，台湾要加入联合国，吼、哦、要怎个肥，迄就是吼、哦，心内拢无什么压力啊，逐工都伫啉咖啡、讲是非吼，怎么变来骗台湾的，拢讲这这简单都没有动脑啊，不像我这个还在山上种树，还去抓那个小偷偷的树，那不用脑吃下去的话，都是很好的那种营养粉，吃下去马上补到身体上，都肥肥胖胖的嘛。好，所以我建议大家，这个我都跟你说，你的阿纳达准备要结婚，如果是肥肥胖胖的啊。小心，连自己的身体都没办法管理好的人，你说他给我家庭治理好，骗人的。所以我外公司外时间，我不免来应征的人，履历表我看不到，相片我看不清楚，看到没？到最后这一关，第三关，我主管我不会再考虑他专业。我来的话，当然看他表。第一个，我心里一个主见啊，不要怪啊，听到，只要是胖胖的，我一定不录取。胖胖的你自己都。一直要减肥都减不成功了，你还来公司帮我处理什么事情呢、啊？啊，他的熬夜，他说喝咖啡喝什么在提神，然后我不要这种直言，是靠熬夜把股票分析弄出来，或者是像你们有艺术专家说哇晚上熬夜啊什么很好，那个只要讲那个都不要跟他来往，那个就是这个不对，要学西方他创造出的是来自很悠游自在这样创造那个产品才好，这个观念很重要。我们这边拢要讲可怜，咱这边悲情啊！我哇辛苦，我们是加班呢。吼、哦，我为了追你写这个情书，写到凌晨几点呢？你竟然变得这样感动？你要跟我们人家隔壁那个都不用写情书，直接过来跟他讲"我爱你"，"I love you" 四个字比你们写情书
你都，您来写那么多情书干嘛？你讲，咱都讲吼，因为投影片我都叫做，我跟慢慢我会，咱都讲，这问题，讲的是拢爱用脑筋去分析嘛。咱无法度用看人面讲，这人家讲对，迄个人讲唔对，安尼讲了变。咱毋是拢免扩音，扩咱的脑筋，咱家判样子，电脑判起来就好啊吼。判起来，你电脑就法度去判断伊的这资料对不对啊？你印出来资料，再让人看有无？无你即摆拢讲，哎呀，这电脑家己也袂晓分析啦，啊，佫执别个电脑来，像我即摆拄啊出问题啊，袂晓就看别人啊。好，赶快！如果说像刚才我很紧张，赶快再报一部电脑，那更糟糕。咱即摆台湾人就是安尼，看人面，我甲训练看人面。啊，无看土民，土就是一个制度，一个环境；人就是看人民。中国文化最强调的是的人民，所以呢，按看清蛮切。好，啊，这我是较不赞同。我唔是不赞同，我执行面我是，我是拢安尼做哈。啊，你这里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啊，人都讲你脑部要去解决问题，遇到这么多问题，啊，你边啊去解决？哇！咱从想要解决问题出现，那从咱人生病马上要恢复健康嘛？哇！第一个，你怎么知道你生病？生病难道像地震这样忽然间地震吗？生病嘛，无论癌症或是什么子宫颈癌或是什么鼻腔癌，无吧？其实过程中已经慢慢在累积了，而且咱家己的敏感度不够啊，那敏感度不够，所以到最后你受不了去找医生，医生在帮你开。开迄个问题的说明出来哈，啊，我意思讲，问题拢以这个医院里面来讲，都是等到你发生问题才找那个专家帮你治疗，而且代表用你的脑平常没有在用，其实脑，你的造物者不管上帝什么，嘿，脑给你安置的，它其实代表神明、上帝的化身安置在里面的头部里面，它用来现实你的。所以你遇到这问题被改管，咱怎么在一般民间啊，提供咱的学校里面有叫做管理嘛？有没有？有学气管的，或是管理？因为我本身是学管理科学，好，管理科学里面那个管，那个管，你知个意思吧？那这样把它不要把它会错又，比如讲讲中华民国是国家、哦，刚才我帮你列示那个管，我们一般有当过兵的小孩的，啊，管都是变成管，那个管什么意思？其实我做一个假设，咱这么坐地来的这个空间里面，就好像一个管。咱搭火车一个管，那救火队喷水，那管子水在里面流动。一家公司里面的什么金钱、物流、人流什么流，那是这个管在里面流动。啊，你一个管理者要把这个管控制好，喷到你应该去了。就管理的定义就是发挥你的权力去调度你的所能拥有的资源。啊、哦，谢谢，咱家庭也是安尼嘛。咱做家庭职务，不是拢安尼调动，而且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或是别人交付给你的问题，就是在企业界都是安尼，对不？都、就是管理，那個、管的意思，管里面流通的金钱、资讯、人力，或是什么情报，在这管子里面流动。啊，你管理者，你握着这个数共的人，里面那个喷，啊，你看咱什么台面上这政治人物，不要喷啊。对，当咱主管弄会的，这会丰富的。但是你当总经理，当一个部门主管，人家资源都给，人力物力什么都给你啊，你安尼哦被喷喷了，唔知喷你大去，所以不符合管理嘛。好，我也是用管理的意思，就是讲要解决咱这个问题，接下来跳到管理。我咱问题发生啊，你看你到医院里面，医生也是要先判断你有什么病症，以后给你诊断，然后开始接下来要有一个分析模式，要用什么方法，用一个治疗方法去啊，咱。家庭、社会、国家、社会，赶快弄这个问题，拢一定要有一定人还是一个人去闹，才清楚去掌控这个流程。所以是，唔是这个人去解决问题，是这个闹去解决问题。啊，咱闹拢无去甲发挥效果，讲啊，人上面迄大条路的规定安尼做，啊，你无相信，你应该相信，迄大条路比你较糟糕咧。啊，西方不是，西方是很公开。你大条路虽然尽力，但是你方法错掉的话，很容易马上被排除掉。西方那个棒球比赛、运动比赛都这样嘛。王建民有输有赢啊，
无可能东方文化哦，永远赢就变赢一次就变成神了，变成民主救星了。哇，那我安呢？哦，这个观念要突破，所以这闹这重要哈。那、哦、咱今仔这个题目是，我为什么哈？因为您刚才整个影片没有带出来，就是讲你从台湾的问题，咱都有讲过台湾问题，我都落落等嘛哈、哦。我讲包括中华民国啊，您这么实际在你们身上，跟美国人、跟德国人。跟法国人没关系，德国人、美国人看到我们都笑我们。你们自己的身上还挂一个中华民国国民，这个是最大的问题的。啊，你没变那弄，没变那弄，干什么？我都得癌症了，我没变那弄。啊，那个中华民国那个 mark 就好像一个癌症盖在上面了。啊，恁台湾啊，这地方都伫台湾内底，通用就好啊。啊。哇，那就变成安呢？啊不啊不，无你甲讲一个方法，变到用换另外一张啊？对啊，这个就出问题，看人面无看头面啦。会有了，啊不你大姐卡里啊，你甲准备一个话来用。西方没啊，西方因的祖先卡大都拢经历着，所以他们去赶快集体力量引导起来去追求那个，所以他们后代的子孙，你看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都是越来越好。好、啊，咱回想咱台湾就较特殊啦，因为咱的杜爱美空云雀唱的那一首歌哈。去描述就讲叫苹果园，咱你把它六十八年弄凹安呢？啊，迄、那个管理苹果园呢，不是原来他们家族里面的人，是外面迄多蒙来因厝的人，多蒙因厝的人，那有可能要甲因兜的苹果园管理好，有啦，伊要管理好，拢想到因迄个故乡那边的人，好、啊，咱就嘛多只啊，啊，啊，伊即嘛甲你规定讲，恁去拼去读。联考读硕士、博士，啊，伊做出来，都我从内底安尼靠成功的人，会通安尼享受。啊，我拄好用迄个理论讲，一百个调两个，啊，剩那九十八个要走去哪？九十八个，我那统计学、物理学里面迄个分析，你九十八个你爱解决啦。跟住一个公司也一样啊，你跟住恁厝同款，你生九十八个出来，啊，你搁照顾迄两个，啊，九十八个拢无要照顾，啊，咁对。啊，无你就莫共生嘛。啊，公司也讲，我你用请你坐员工进来。啊，内底我一定人好，啊，即摆咱这李旺正公务员就是安尼，好，啊，个咱这边落落等哈，因为没有投影片交不出来，真的，咱这边就恢复到，因为今天讲是台湾问题哦，台湾问题都要面面角角，咱这边个讲是比较属于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还有台湾人国际身份，我都要讲，恁的身份起码被。记住的，用迄个以政见来认定的，你是中华民国。啊，你卖我们进到讲中华民国不是中国，我都用英文解释，它中华民国是中国嘛 ？Republic of China, of the China 都是中国之下的共和制度嘛。所以你们都是中国人。啊我你认为我也是中国人？不是啊，我还有另外一张身份证，你们没有。你们明明拿到就 Republic of China， 那证明你有，像是在台积电上班，你是台积电的；你拿那个员工证，你是台积电的。啊，啊，这个很清楚，很清楚。啊，你讲啊，看不到那个讲啊，那你的对有什么好处啊？不要用好处了，一个人是要以自己说用行动来表示对一个真理真相的一个追逐跟迄个捍卫嘛。卖光打骂就这李旺正给我们训练的用啊，有没有好处啊？就是、投票有没有五百块、一千块啊？啊，弄扣你的钱啊！啊，我卖用这款那款的逻辑，你讲你即马会做，赶快去做，卖光等下拜讲变变起来，股票起起来，你再让你再让人看人变做一边都卖到相关的。啊，那讲要摆啊，跟叫你吼卖莫甲炒，什么李旺中华民国迄、那个公司干脆迄个日月光要倒啊，佫唔知啊，你佫股票佫莫甲安安难讲啊，这莫掉哈，拜可能佫起死回生。哦，那这人家拿到一个身份证，就好像那股票一样了。中华民国身份证，哎呀，那张身份证如 ID 如果是股票的话，你们会继续持有吗？不，人家看柜台边看个拢股票面的，较早应该拢股票拢投资过啊。我还从银行啊套到后来那种，国寿，贵啊，我买一千块，买个单啊破干嘞，破了比中华民国还久。哇哈！因为我赶快啦，换股操作啦，换股操作要卖关公卡早死偌济啦，起码吼，早早一千块买，起码从30块你30块卖掉，30块来买哈，更好的标的，搞不好涨还是会涨一倍两倍回来。啊，这个老金搞怕亏头啊，老金怕亏哦，还
一千块落到只三十块、十五块，你叫开卖掉，我卖落就好，规家伙也着拢无财产去啊！啊，迄个无要紧嘛，你卖掉起码吼，只价值你着存三十块呢，三十块紧卖掉，你搁摊个利润啊！我讲后摆连三十块无啊，唔讲无要紧啊，大家都拢无卖，我卖啊嘛，卖安尼啦啊！你着知影着紧去做嘛，你是唔知影人知唔敢去卖，你知影人知影这个资讯咧，迄股市里面咧行情嘛，讲迄情报你想知，你着赶赶快透过你脑筋去分析。脑筋分析啊，莫去听人讲哦。听人讲的时候，你一个自信啊，你听到后，你该分析。我接下来付诸行动。所以我到最后讲，以前面的台湾问题啊，搁落来就是讲迄个解决台湾问题要用管理哈啊，管理我多少五描述鬼工，你要去了解问题，然后提出解决方案。这就是以前国中、高中数学疑问，就叫你求极大值、极小值，求 x 等于多少 ，y 产生多少。其实大家都有训练了，你不用再学 MBA 了，也不要再说什么学政治了，你数学也好简单了。x 等于多少时候 ，y 会产生极大值？哇，这刚才当我过吧，有吧哈？国中那阵、高中应该我这样，而且都是逻辑跟这一样啊。现在给你这个资源以后，你要怎样去把这个国家、把这个社会run好，把这个公司run好一样。所以。脑筋知影，啊，佫无法度代表你的成功。美国迄个社会，成功拢付诸于行动。王建民他如果是在台湾，只会靠补习，有办法打站上迄个大联盟吗？有没有办法？靠补习之后，迄投球什么好，姿势啊什么球啊，靠补习写得很好，迄考试卷都写得很好，有办法吗？无办法的。但是有台湾人一定吼。写答案哦，写棒球怎样投，怎样吼，怎样运作，怎样吼，一定比王建民厉害。但是叫伊去你投手里投哦，摕个皮，一笔皮皮抓。我想咱台湾做目前你看讲人才的顶人，叫伊起来做代志，无半片。咱即马就落来就是一个成语叫做“嘴形相应”哈、哦。这里我是跟他做到最后这个 ending 的，就是说因为没有投影片的关系，这都是了解嘛，知道啊，靠什么知道？不是靠你哦，是靠你的头脑，解了解。比如说，医生了解这个病况，啊、哦，了解咱台湾的问题，了解解。咱这么受中国文化影响哦，都是了解就好了。我恁单单到找囡仔时，哎，我知，嘿，我也讲我知，拢是个巴类。知我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你唔知，唔是唔知，你也无做过。接下来三分之二是执行，行是行动，行动哦，付诸于执行哦。我不会像我种树啊，讲，大家知拢知影种树啊，真重要呀。哦，迄生态保护，期望者大家拢知啊。你叫写论文哦，大家拢博士、硕士，啊，叫去种啊，不要种，不要种。叫像像我再去五点外，可能加醉，我可能暗鬼啊，啊，惊到。啊，即卖行啊，西方人就行，跟赶紧冒险，就执行。相应，迄个数学里面 y 跟 x 要对应好嘞 ，x 等于多少 ，y 就等于多少嘞。你不要给什么像民进党，我怕赔公，哎 ，x 都安尼的话，咱都经过民主选举哦，所以我们是民主国家，天下这么简单了、啊。哎，经过民主选举，李登辉那一届开放给2300万人选举，就是民主国家。你说民主制度还可以，给我加一个国家在里面，我那全世界几乎大家哈，连我家里面变成国家了。哦，哎、欸，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啊，所以你今嘛看我报纸啊，看的话，哈、哦，什么2300万，2300万里面你有个分析吧？我都无讲，因为无跑，我都脱面嘞。2300万里面的1800万哈、哦，它占准600万，1800万是日本天皇战败时留下。我们你有大概很多的事都是战败国，到现在身份都没有改变，是美国占领了，委托蒋介石后来李登辉什么这一脉相承总经理来管我们。我们1800万，看到完了，1800万都属于战败国殖民，战败不是这个日本哦，是原来大日本帝国日本天皇那个创办人，比如讲像王永庆来呀，还有400万人是蒋介石抓过来，那边是安那流亡中国，他是标准是中国人，到现在还是中国人，那从流亡过来啊，这两丁400万加1800万，2300万，好起来乌合之众在这边讲。变成民进党所讲的国家里面的过程元素里面的人民土地政府主权里面的人民，我跟你们，安尼用你吧。那个人民过程国家的必要要素，人民有这两点啊，合起来讲会用你啊。下间从两个人阿爸都要无离婚，讲查甫讲走去娶另外一个，安尼敢会用你？
什么政？哎，土地，台湾这个土地是美国占领地，是日本天皇的。民进党何德何能把这个土地变成什么时候割？啊，主权，台湾这个主权是民进党的吗？主权呢、啊？主权是什么？我现在问你，主权是什么？英文叫 sovereignty， sovereignty， 主权是什么？还有政府，台湾有政府吗？这个是流亡政府，麦克瑟把他带过来，在这边的管理有没有？像公司的总经理的，公司的总经理可以讲这家公司是他的吗？有无？咱就买个股票啦，卖讲你有开公司啊？嘿，总经理讲公司业，你会接受呀？未接受你嘛？啊，即摆咱这团队，民进党、国民党都是迄个总经理团队，这两个爹换来换，下一任换你当下一任，就总经理。总经理说，甲因迄员工骗，甲因迄个下游厂商骗，这家公司就是我总经理的。这不用上国际化，不用上政治学，你用简单的，你看那在这做很多是股票面的看得知嘛？哦，有人按铃了哈。我意思是要提到，到最后脑啦，多用脑筋。其实问题都很简单。你接下来，你明天或是昨天你们上的很多国际华理，你用脑筋的话，加上那些老师讲，你说啊，原来是这样。像你看文件，下官条约明明写是日大清帝国皇帝跟日本天皇呢，就是王永庆跟我爸爸另外一家财团的创办人签约的嘞。王永庆就好像天皇一样，合约书里面明明写啊，你看交易我们是变成是不是日本政府、日本清朝啊？你不赶快了啦！台社总管理处跟王永庆两个是华理身份是不一样的。王永庆去跟日本天皇，他是签约去把另外一家公司的那个创办人的财产收过来，跟王永庆手下的一个台社有什么关系？他可以委托给台社的总管理处去管理啊，而给他管理不是代表给他，是权利是他的嘞。哦，在座因为有投资股票，应该知道股东大会跟董事会跟那管理总经理职权是不一样的，不要把混在中国文化这几项都分不清楚了，真的，那管理权就管辖权跟那主权，跟什么咱厝的同款，那房地产款，你的所有权跟你出租人家大，那权利无同款啦。哦，咱即马都台湾人 BI 啦，都家己拢无播吼，所以看人的头面啦。好，人头面，咱家己讲几声好听，民进党家讲一个好听，哦，这要甲救啊！啊，你唔知迄是蒋经国设计落来嘛？蒋经国知影讲吼，恁只讨厌国民党嘛？啊，伊未讲咱就放弃啊，伊讲啊好，我弄一个李登辉出来嘛。好，你就民进党出来，啊，恁这群人全部都靠到国民进党去了，因为民进党一直跟国民党这边骂，骂的人我讨厌对方，啊，那一定是我喜欢这边嘛，一定台湾人就是一边安尼俩。好，阿哥仔哦，蒋经国还厉害，不止我说蒋经国不厉害，是幕僚啦，幕僚才厉害，但没有胡子。他知道台湾有些人哈，很会念书，也很会创业，创造很多，啊，他还不参加政治啊，民进党、国民党他都不参加，糟糕，那些青年很多啊，蒋经国要让他吸引这票人，用网址又另外一边出来，哪一个网址？有没有要回答？国民党这个面，这个网哈、哦，就拦到那一群嘛哈、啊，不喜欢国民党这个网，他跑到另外一个网，他用民进党版的网址嘛，啊，人家有能力人不去搞政治、搞政党，还是一大票人呐、啊，啊，那一群人，蒋经国光美国跨地要回不会出来，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方法？宗教，是不是宗教？你看，嚯、哦，现在四大山头宗教几百万人呐、啊，实际有400万人的会员。你敢问讲啊？我对政治没兴趣。你看，Q 几啊起？你看，一点人对台湾都，如果讲做慈善事业，啊、慈善事业台湾有没有进步？没有啊。哦，这厉害，迄我都用头脑去设计一个你公司、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脑筋才重要。好，有人按你了，我就结束了哈，好不好？结束，今天到此结束。各位学员，下课休困十分钟。高雄州林文玲小姐，在吗？